有个粉丝说想看长视频，来个长视频。长视频，就唠点啥吧。你们生完孩子有没有感觉身体变差了？我是觉得我生完孩子之后就各种毛病，一段时间就这难受那难受的。然后这不是刚断奶吗，就想检查检查身体，看看哪有毛病，哪有难受嘛。然后就去了一个老中医那，这个中医还真挺厉害，我就到那做把脉，他啥都没问，把一会儿脉，然后就说你是不是这疼乳腺吗，我说是，我确实断奶后两边滋滋的疼，当时就觉得好神奇，把脉就摸出来了。然后他又说你是不是腰疼，我说是，我现在自从生完孩子后我上二班回家，哎，就起不来，老疼了，我得扶着一点点起来。然后我还有点那个什么炎症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是又摸了一会儿，问你是不是小肚子左右有时候会疼，我说是，有时候喂奶时候就疼，没当回事，也不是没咋回事，就不想吃药。然后他说有炎症，然后他就给我开了药，好像身上哪难受全摸出来了，就靠摸脉。就说中医用的厉害，吃挺多了，呵呵，拜拜。